哇哦，好多鱼哦，老公好勇敢哦，老婆都不敢下水了，刚刚第一下下来就呛到水了。你回房，我在这儿等着你。哇，好多鱼哦。我再给你丢点面包过来，就更多鱼了。啊？哎，咬到你了哇！哎呀！咬你的背了是？你过来点，不要离太远了。上来，上来。哇，好多鱼哦！又咬到你的手了哇！真乱哟！就是呀。你过来点，不要太远了。这儿鱼好。就是呀，可能因为这儿有小鲨鱼的关系吧。他们突然间就过来了，而且游得很快。你过来点嘛。